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时尚聚焦》呃。啊，亚利桑那州审计，亚利桑那州审计发出了两个传票，呃，大概一个星期之前，他的要求的截止日期应该是三号，明天。我刚才在推特上，啊、呃，傍晚的时候，呃，看到了这个马里科帕县发出的回复，以及呢，倒霉你公司也发出了一份回复，那。 呃，在回复亚利桑那州的呃参议院的传票，啊、呃，完全是拒绝。的，那这个拒绝是几乎是被人们能够意识到、能够料想到的。那他拒绝的背后的一个实力呢，就是联邦政府，整个左派势力，联邦政府。这就提这个这个东西，就给这个呃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呢提出了巨大挑战。如果他拒绝，他已经拒绝了。 但、呃、他一个很大的选亚利桑那州的很大的选项就是抓人，啊抓人，他就他只能采取司法角度，就是亚利桑那州参议院投票决定，呃呃动用这个动用执法，呃发向这个总检察长提出要求，总检察长拿着传票，呃到马里科帕县去抓人。 但是这里最大，这里的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呃，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，其中有一个共和党人有一个叛徒，对吧？那共和党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叛徒去拒绝，呃，共和党的做法。一共参议院里头有三十个参议员，所以就造成了一半一半，因为原来共和党人是领只领先。 只多一张票，反判反过去一张票呢，大家就平衡了。所以原来是十六比十四，现在变成十五比十五。所以你所期现在真正所期盼的话，就是民主党当中如果出现相对的叛逆，民主党当中如果出现相对的叛逆，你比如说在设定投票的时候，如果有民主党人突然得了中共病毒，他不能出现在现场。 但是，当参议院本身的多数呢，又是议长又在共和党人手里面，如果共和党利用这个手，利用这个做法去投票的话，那就通过了。所以这些都是技巧了。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有这个难度，那问题就放在了总检察长身上。